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。 佛法，很多事情为什么越搞越糟，就是很多人已经错了，继续犯错，啊、这就是我们说，不管什么事情要念经，会消掉你的气。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，如果你要想发脾气的时候，你有本事呢，耳朵不要去听人家讲什么。 你就念一遍心经，这一遍心经也就三十秒，差不多吧。你三十秒念完一部心经，再来想这件事情，三十秒就可以让你冷静下来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心经嘛，就是拨正你心灵的方向的。我们不管什么事情，啊，首先要静下来，要以别人的心去想。 自己的心，我今天讲他话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今天他难过了，你是不是开心啊？你得到了什么呢？你今天让他痛苦了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得到啊！你只是得到一种感觉。你说这种感觉会造成什么？造成对别人的伤害，可能还会造成对你的报复。 这种没有意义的气去受它干嘛？所以要不要以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任何事情，你才会跟菩萨一样的心，因为菩萨从来不会伤害别人，因为菩萨总是为众生而想，用自己的心去温暖别人的，这就是真如实相。 所以，人家感受到温暖了，听了你的话开心了，因为你给他带来了温暖，因为你给他带来了幸福，因为听到你说的话之后，他感受到了菩萨的存在。那么，你这个人就是拥有了世界的思想，因为你知道帮助别人才能改变自己，你会得到安宁和喜悦。 你让别人开心，你怎么不得到喜悦呢？你今天写几个字让别人跳起来，说一句话让别人闹起来，对不对啊？你做一个动作让别人骂起来，你难道是一个菩萨吗？所以众生的满足，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。有的时候，你只要对这个众生说几句好话。 感恩他，啊，你就不会太痛苦了。因为很多人一听语言之后，他会满足的。一满足之后，他就不会痛苦。当他不痛苦的时候，他容易找到光明。他找到光明了，他会拥有永生。要想找到永生，首先要。 过得快活，过得开心，这种开心从自我心身心的调节，从别人给你的爱，从你对佛法的理解和对世间的理解开始，你会得到不生不灭的智慧。什么叫不生不灭的智慧呢？因为人的智慧实际上是用不完的啦。 啊，很多人以为我做人，哎呀，这个智慧没了，不是的。不生不灭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圆满，啊，平和。心要平和，做事要圆满，要学会宽容，要自心明白。你一个人想帮助别人，你自己心中要明白。 这样的话，你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的光亮光明，所以无苦啊，没有苦，无苦即灭道啊，就是这样的话的人才不不枉费在人间呢啊走一遭，因为他找到了怎么样了解自己和帮助别人的方法，这就是个菩萨呀。 所以你们要记住师傅这句话：找到了了解自己的方法和帮助别人，啊，的智慧就是菩萨，啊，不要去看当下的惨不忍睹，因为在人间，实际上你看到的都是惨不忍睹的。你看看医院里，你没有到医院，你就以为。 医院不开的，你要是天天在医院里工作，你就看到的天天都是惨不忍睹的事情。救护车救过去的人，个个都是要么车祸，啊，要么急诊啊，要么气喘不过来，他都存在的呀，只是你没看见，你就以为，啊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当下的惨不忍睹，实际上你要知道，那就是我们自己。 术世的业障所为啊，这些业障让我们拥有了业报。啊。你长久的不当心自己的身体，你终有一天身体会不好；你长久的得罪人，你终有一天被所有的人唾弃；你经常动不动跟人家吵架，你这个人没有人缘，没有朋友帮你。 没有人会爱你，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人爱，你说他怎么活？孩子不爱你，夫妻之间、父母亲的爱、老师的爱、同事的爱、同学的爱，这种都是爱呀、啊。如果你连这些爱都没有了，你说你活在世界上，你怎么能够？ 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，所以很多人很痛苦，说我孤独啊！你去看自闭症的人都是孤独的，因为他得不到爱啊。那么想一想，为什么你得不到爱？因为是你没有给别人爱啊。所以师父叫你们，越苦，心中越要有佛法的依靠。你今天苦了，你就要想到。 我有观世音菩萨，有佛在帮助我，我可以靠。你迷的时候，师父说了，有明师度你们的。很多人一辈子会很多着迷的，搞不清楚有没有师父啊，要度你们的，所以一直度到你们成佛。 然后要离弃人间的恶念恶行。你要成佛，你又不想离弃自己身上的恶念恶行，你怎么成佛？你今天是个猴子，你想做人，你怎么不要站起来走路？怎么不要把自己的尾巴给割掉？你说很痛。 站起来走路很难，那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人呢、啊？你今天要成菩萨，你怎么不要把自己身上的贪念、恨念、嗔念全部都要去除呢？所以你在人间是在造业呀、啊。所以一般人不学佛，你说我是在生活，实际上你就是在造业。 造的什么业呢？有的时候是善业，有的时候是造恶业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，以为我在过日子。实际上，这些业为你的今后造成的果奠定了基础。所以，锻炼自己的实修，从实修当中饱受啊。 一切就是接受一切痛苦或者折磨，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你：你要修的人怎么会不饱受痛苦和折磨？你说你人家在玩，你要好好在家念经；人家吃山珍海味，你就必须要吃素。一切一切，人家用了很多时间打麻将，觉得很开心，你要念经修行。 但是你获得的是极乐的善果呀！你在实修当中，你要接受一切痛苦和折磨，而获至极乐的善果呀！你开心的时候，人家都在生病，你不生病的时候，你有菩萨保佑，你是不是获得善果了？那么这些善果怎么来的？ 就是在别人吃喝玩乐，而你在念经修行当中得到的。所以要让自己的内心，啊，啊，要因修行，啊，要懂得在自己的内心当中，我要懂得有个因，循因修行，就是遵循这个因果的因来修行。 熏阴修行，要念佛持咒而不觉苦，就是不觉得很苦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佛友，他们一念经就很开心啊。今天功课没做完，他们就觉得很伤心啊。一念经他就开心了，因为念经的时候是你最好安静的时候。 不烦了，没什么好烦的，啊，不去想了。念经的时候想什么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感情上过不来，一念经就不想了呢？啊，刚刚还在烦的很多事情，一念经就可以忘记。混乱的行为思维，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烦恼的时候有混乱的行为。 哎呀，这个动作我刚刚不要做，这动作傻的让人家误解了，一个思维。哎呀，我怎么会这么想的啦？把人家想成这样，我变成什么啦？哎呀，我这个脑子怎么乱想啦？要回归到平静自然，有什么啦？不要去想，又怎么样了呢？想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我想了。 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，只有造成自己对自己的伤害，有什么好想的啦？好好修嘛就好了。已经做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说出去的话，话泼出去的水呀、啊。你只能这样，一念经，哎呀，菩萨保佑啊！刚刚想错啦，菩萨保佑啊！刚刚做错啦，菩萨保佑啊！我忏悔啊！那这是正在改。 一直回忆着我刚刚为什么说错话，我怎么在他面前这么丢脸呢？我怎么怎么怎么，这一切只会伤害你而不能帮助到你。所以，念经能帮助到你，回归自然，回归平静，自然会克服你低档的心神散乱，档次很低哟、哦。 你去看好了，心神不定的人档次很低啊，静不下来啊。这个这个，哎呀，我不知道。哎哎，这个，你告诉你，这个就叫心神不宁啊。你说说看，哪一个有地位的人会平时这么心神散乱呢？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像这种低档次的人，一辈子。 做一件事情想很多，一辈子做那件事情想很多，最后造成他的心神散乱，无法善事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无法善事的、啊？这种人如果不学佛，死都没有好死啊！无法善事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善良的事事啊，因为他们整天脑子里乱哄哄的。 不思归去呀、啊，他们没有去想一想，我最后是到哪里去呀、啊？你想了再多，你最后到哪里呀、啊？不思归去，轮回受苦啊！心轮回呀、啊，行为轮回呀、啊，语言轮回呀、啊，一句话说的不停的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就叫语言轮回。语言轮回在心理学上讲。 如果你经常在语言轮回，就是语言错乱、思维错乱会造成你。你看这个人脑子有问题的，总是把自己的话会重复五六遍，这叫思维上的逻辑混乱 （logic），它是混乱的。所以你跟这个人讲话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思维混乱不混乱。一句话不停的重复讲，是不是老年痴呆呀、啊？ 讲一遍再来一遍，讲一遍再来一遍，跟你讲过吗？好了、啊，那人家你以后再跟人家讲一遍，人家就听了。你跟他讲五遍，他知道你还会讲第六遍。他你前面五遍他都不好好听的，听懂了吗？